迎到金门哥 MKS 环球转，看下我哪解了。阿伯你好，大家好。你是属于第几代传人咯？我是第二代咯。你这环球转啊，做几年了咯？做几年我的手差不多跟烂货，差不多是十年会都跟去了，够艰难的咯。差不多是第一年左右有咯。几年开始去做嘞？差不多七零年啦，七零年就讲我老婆做成个 starting， 但可能毕业环境古代当然是天冷咯，天冷咯，但是老双头独立天冷咯，但每人慢慢做 ，starting 也艰苦啦，真艰苦啦，但一日忙是所以出个黄，但黄个环境 S S 然后 training 三年，但七零五年就到来零咯。你这啊环球卷啊有几款呢？我这啊环球卷啊十款。全部拿豆汤卖掉的。目前我跑的地方啦、啊，销售是在板带、板国到吉隆坡到走后，目前只是这几个地方啦、啊。因为环球卷啊，这边的有那么贵哦。他特别是讲啊，你可能挺远那咯。第好是老天爷咯，这对身体都好啦，因为那个运化物件咯，就讲个应运较好啦。我咧做起码几年落个啦，我咧也咧钻研去咯，钻研咯。老板啊，你来透露你个啊，你环球卷啊，第一主要的成分。第一主要成分是讲啊，你咯环球干都落好，环球干咯。但你看松涛咯，松涛伊也好，白人你也钻研去蛮好个咯。总之啊，你松涛。环环球奖第一位是配合咯。你啊，个人评论讲，你这金门个环球奖啊，配那老是第何里个呢？配那老讲来个哩煮呢，你配青龙面、干拌面啊，酸辣鱼票啊，都硬硬个。但你要电影会了，都硬硬啦，煮呢老都硬硬啦，这个以后呢这个莫发现的。哎，感谢你啊，老板。没有。拜托嗨，这个最好的哦。阿斯蒂，我能做大家逛环球城，有些好理由。